好，来看到嘉义这一所国中的学生在宿舍里头拍摄遛鸟的影片，还上传到网络上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而这所国中的主任和教官看到影片之后，表示一切将会依校规惩处，并且会加强学生的法纪观念。嘉义某所国中的学生在宿舍里面嬉闹，还脱下裤子来遛鸟，旁边还有同学不断的嬉闹，边拍边笑。拍摄的学生把影片PO上网，虽然很快的就把影片给撤除，但是已经引发了网友的讨论。影片中的学生笑倒在地上，但看到影片的主任以及教官是目瞪口呆，一度说不出话来，只表示将会依校规来处分。我们会加强学生的相关观念的澄清，然后有请辅导室来加强辅导，来学生这方面的观念，避免再有一些偏差的行为出现。这名男童平时在学校的表现还不错，可能只是因为一时好玩才会拍下这一段影片，只是现在男学生会因为一时的胡闹而受到校规的处分。